如果你家的長身腳線鬆脫了，其實有幾個步驟可以解決的。拆出鬆脫的瓷磚腳線，掃走灰塵和一些附著物，再用適量的水掃濕牆面，均勻、平均和飽滿，然後呢再批一陣膠漿在個瓦底那裡，砌翻瓷磚的腳線，再用個鋤柄敲打敲實，咁然後等佢乾透，再用海綿或者布抹走多出嚟嘅漿。大家遇到咁嘅相同嘅情況，就可以嘗試處理一下。